又发现了一种鸡胸肉神仙吃法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想给它试试。往鸡胸肉里加入豆腐，可以让鸡胸肉变得更嫩滑。锅里的油可以稍微多一点，类似炸的效果，炸到表面带着一层脆皮就可以啦。鸡胸肉是嫩滑的，还带着豆香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